看看日本女友做的便当，再想想中国女友，网友这下知道差距了。在很多人眼中，日本女友都是非常温柔贤惠的，而中国女友却总是会胡搅蛮缠。但是很多小伙伴却表示自己还是喜欢中国女友，但是在看到日本女友给他们男朋友做的饭后，再对比一下中国女友做出的饭，小编就忍不住想吐槽了。日本女友做的饭明显是非常精致，而且也是非常用心的，可以看出他们对自己男朋友是真的喜欢呀。再看看中国女友做的饭，完全没有可比性，好不好？现在很多女生从小都是娇生惯养的，能够把火打开就算是不错了。虽然说很多女生做的饭已经看不出原材料是什么了，但是也许她们还是会逼男朋友吃下去的，说不定就是你不吃就是不爱我了。怪不得网友们会说这下知道差距了。